找完对象没有？找了。找了，现在什么情况？怎么样？那一夜我喝醉了，拉着他的手，胡乱的说话。我只顾着内心压抑的想法，狂乱的表达。然后呢？我迷醉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他的表情。我拉着他的手放在我手心里，然后我错误的以为他也没有生气。哎呀，你不挺好的吗？所以我以为他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。听了，直到他转身离开的那一刻，我才逐渐清醒，我才知道，我把我的世界强加给他，我还需要勇气。你拉他的手，他没反应，俺准备给他听个唱不听了。但是在他心里是怎样对待感情，他直到现在都从来没有对我提起。在他看来，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。他的爱就这么成笑话了。所以我上辈呀、啊。那个求的呀。你不用上辈。如果那天他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，他就不会明白他自己究竟有多美，我也不会伤心。我第一次见到他就爱他爱得那么干脆，因为他太美。有多美？很美。如果说我没有闻到残留在手中他的香水味，我绝对不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。那么夜后呢？四点多叫人，你怎么不去找他？哎，真是贼冲动啊，贼好的惩罚呀。